你好啊，在看影片之前，请各位神手帮忙按个订阅、铃铛以及爱心哦，感谢。这边一开始呢，我是做一个正常的开野顺序哦。那在快四等的时候呢，上前碰到了鱼人去做一个骚扰。那因为一开始对方的打野有露头，那他的吃野速度肯定比我慢，所以我直接就上前去做个压迫。这边鱼人跳了进来哦，吸到了奇尔的经验，导致他没上四等。那我也赶紧贴了上去，交了大招跟制裁，先把奇尔给收掉。对方的支援也赶来了，那我做一个牵制，没血先躲草丛，等队友来之后顺出去，成功的把对方给收掉。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团队意识都相当的不错哦，像是我玩打野的话，就最喜欢这种队友了，跟他们搭配起来就会觉得玩得很舒服哦。因为他们除了会顾好自己的线，做好自己的事以外，他们也会注意打野的动向，然后机动的来一起做个配合。这边因为对方都死了，所以就先请队友开了魔龙，在我们抢下魔龙之后，又收下了冲进来的奇尔，大伙再顺势的给上路做一个压迫哦。看了一下，发现没有机会再进，我就先去中路做一个补位哦。补完位之后就清个野区，把蓝 buff 的状态给补回来。这边小地图看到上路两位都回家，但是有注意到兵线是推过去的，所以我就不回上路去做补位，而先往下路古龙去。那这边闹了一下，发现有点危险，先退了。可惜我制裁还没转好，被抢走了古龙。这边看到对方的增援过来了，那鱼人也开下了大，他先决定不跟他正面的对决，先稳稳的等个机会。那我也不浪费时间的，先吃个野怪。那这时候看到他缩小了，立刻上前逼了一下，结果被他推开，导致我空大，真是太可恶了，只好吃个焦啊发泄一下。那下路看了一下，也没什么机会，回去吃也不要浪费时间哦。经常碰到的是大伙很团结的一起游走，没错，但常常没机会可以有发挥，然后大伙都一坨的挤在那，我们又不是玩 ARAM， 机会就闪，不适合就分手。讲到分手，我有一个故事啊，这边先看一下我们的哥德尔哦，看到魔龙出生的时候，他已经蹲草帮大家看好视野了，这真的是非常棒棒的队友。这边看到对方路过，哥德尔直接开大位跟上前去。那罗儿变了冰块，就先别理他，趁这个空档打别人，等他解冻了再去揍他。这边技能跟血不足先拉开，等机会，等机会。那先跳到后面收下奇尔，再把鱼人给揍死。但是我太急着想把鱼人给揍死，我自己也被警射掉了。但在这边我就不太懂，为什么警三连杀之后不赶快跑，要硬跟我们的法师打。我自己猜想的部分是，他们可能上辈子有什么误会哦，必须在这辈子的这一场比赛中进行一个对决，这是我自己的猜想啦。那这时对方熊猫趁我们刚刚在上路混乱的时候，跟着兵线要一起推我们的中路哦，那这边队友就赶上去支援，那我也三段瞬移的追了上去，被怕猴戏，卖照卖照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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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，收掉了人头。哇，那这边奇尔要救队友又扑了一个空哦，顺了进来发现啥都没有，那一样卖照顺了过去收掉他。对方两只挂掉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非常的 happy 把魔龙给吃掉咯。吃完这时候就要趁对方打野还不在位置上时去吃对面的野区，这样子才可以给对方有更大的压力。不然如果你杀了对方打野，吃了魔龙，如果再回家吃自己野区，
那你这样只赚了人头跟魔龙，这样太少了。你要再吃对方的野怪，他就会复活后没东西吃，只能假赛。那他想肥的话，就只能去抢线上队友的经济，或者到你的野区去吃。那他就已经弱势了，还要大老远入你的野区冒这个风险，那你跟队友也有机会可以包夹他。这一个小小的观念可是可以影响整个战局的。这边又看到景跟我们法师又干了起来哦，那我赶紧过去增援，收下了景之后呢，中路清了一下兵线，那结果对方回手啊，看来没有机会，那就先退了一下。这边往下靠的时候，看到奇尔在吃古龙哦，那就配合我们的法师过去给他一个压制，那也交了制裁，成功的收下了他，也顺便带走了古龙。这边到中路等了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做拆塔哦。那这边对方也回防的很快哦，看来又是没机会，只能先撤。那没有机会哦，就到对方的野区去做一个闹事哦。那对方如果来回防，我也不跟你打，我就闹闹你，我就离开。右边打不了，我就跑去左边打。左边你一回来呢，我又跑。然后等你要吃怪的时候呢，我又去闹你。纳克罗斯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无耻的角色，真的很烦啊。那这边看到队友在上路的野区以及中路都给对方一个牵制哦，我这边就直接去开了魔龙哦。边开的时候也要注意看一下敌方的动静哦，因为你一个人开魔龙其实蛮危险的。那这边上路清了一下兵线，想要跟大象一起对上路做一个强拆哦。那可以看到鱼人在塔的前面做一个防守，但这边有一个小技巧，虽然有人在做防守，但等兵线进去塔在打小兵的时候，你可以顺到后面把塔给拆掉。鱼人的站位就等于是被我们包夹住了，那我们前后的夹击他，就算鱼人开大了也是被我们黏得不要不要的。这边也成功的收下了他。现在等兵线的时候呢，看到下面有一只野怪哦，那大家可以不用客气哦，直接去把它吃掉，不然他站在那边也无聊，然后也没有尽头。吃完后呢，我就蹲草准备等兵线进去，结果在小地图看到我们的锦露出头了。只要看到锦落单，对纳克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可口的猎物哦。成功了收下它之后，回上路本来想要拆塔，这时候奇尔回首，所以我也放弃了。这边清完野怪之后，就去中路清兵，顺便牵制一下罗尔哦，不给他们有那种舒服的发展空间哦。有事没事我就过去你面前闹一下你，或者闹一下痒痒我也好，就是要让对方知道我随时都在注意你，让你不敢轻易的对我们压太深哦。补完蓝之后呢，要到上路做一个牵制，这边等奇尔过来，准备做一个跳级。哇塞，你这个顺也做得太准确了吧！这边进入对方野区，想要给他闹了一下。时候看到我们的中路打了起来哦，立刻赶上去做一个支援。这边先逮到了没血要回家的锦哦，再顺了过去交了大，收下熊猫后，对方的增援也来了，双方又在中路塔前做了一个激战。那这边最后是二换三哦，还算是赚哦。那因为血不够，就偷偷的入侵对方的野区，吃了他们的蓝 buff 回了一下血哦。这边奇尔过来探查哦，发现蓝 buff 已经被我吃掉了。那想要回中路的时候呢，中路塔也掉了。这边去了下路整理了一下，把兵线给带进去，持续的给对方做压力哦，逼得他们一定要回手去清理兵线哦。他们一回手就代表其他地方空了，那我们也很快的立刻转线去拿魔龙。那这边看到上路这个家伙又复活了，那再揍他，给他一点镜头。那这边主卡突然过来偷袭哦，那我立刻开下了大，先躲过他的晕击，接着再贴着他的逃跑路线做一个追击哦。
这时候罗尔也赶来了，我就在草丛里做一个掩护，那也交下了制裁，先成功的收下了主卡。这时候血太少，不跟罗尔做一个正面的硬拼哦，先往后撤打个交啊，回个血。这边回上路的时候，发现罗尔还在哦，那这边我有着等级上的优势哦，所以就直接贴着他打，他有位移，我也有位移，最后就成功的收下了他。这时候发现对方的状态是整个被团灭哦，那我们也就趁这个空档做一个推进哦，顺便再扫夺他们的地图物件。这边看到上路的兵线有机会带进去哦，那我也在这边等待，但我也是用了一样的小技巧，先绕到塔的后面抓个几下、哦、但因为紧过来哦，所以不得不撤退。那我也不跟他们在中路耗哦，因为在小地图看到了蓝 buff 出生哦，那我就先去拿个蓝，顺便再在下路清一个兵线。这边在上路做进一步清理的时候，发现了井又跑出来了、哦、立刻所有招式加上制裁全部砸在他身上。这边下路跟中路探了一下、哦、发现没什么机会哦，那我们因为也没有兵线，所以也不打算做一个强攻哦。这边顺了进去，他又变了冰块，那也没机会。这边趁中路开的时候呢，我赶快把下路的兵线给整理了一下。等待兵线进去下路的时候呢，赶快进去拆塔。那也骗到了鱼人开启的大哦。这边看到敌方的主卡在清我们上路兵线哦，赶紧上去做一个回补。这边看了一下魔龙，好，他们没有来开。把蓝拿到之后呢，自己就先开了一下魔龙，那主卡在上面还没有发现哦，是他的骄傲发现了我。这边再把兵线做一个整理哦，这边又看到了井哦，立刻冲了上去哦，哇，但发现没机会，因为小地图没有看到对方的动向哦，如果我追得太深可能会被反打收掉哦。我这边就先躲草、哦、等待兵线的进去哦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的队友正在吃凯撒哦，这边看到井露头，立刻顺了上去开了一波、哦、快速的把它收下之后金酸哦，这时候对方两只就直接冲着要打我、哦，但对方的熊猫追着我追得很勤哦，那我就先躲个草丛哦，等他进来的时候再立刻用三段位移逃跑，但是熊猫也有位移啊，这时候我不对哦，我打了一下焦啊，觉得我的血有一半，然后加上我有凯撒之力，所以我就跟他硬干哦，但结果下场就是我直接被他干死哦，这个部分算是我的失误哦，心态有点膨胀哦。那镜头回到中路哦，队友带着凯撒之力有不断的给对方做个压迫，那这时候中路的兵线进去哦，那大伙就针对中塔做一个突破，但这时候主卡也回防了，先从后面包抄的把我们法师给收下了，最后对方靠着人数上的优势不断的上前做一个轮番的防守，那也成功的把我们的攻势给阻挡下来了。这边复活后先趁着对方兵线的空档，先进了野区拿了蓝 buff， 接着再到中路蹲草，准备与塔拉一起夹击对方。这边算是我一个失误哦，没有把罗尔给挑飞到。那接着双方都开启了大招，我才刚从温泉出来，然后我又回去了。后期的罗尔也是一个很讨厌的角色哦。如果是半坦的玩法又硬，然后他的魔法打人又痛又缓，然后你要揍他，他又在那边顺，在那边顺，在那边咻，在那边咻。所以通常都是罗尔开启大招之后就离开不理他。那复活后发现地图上的兵线节奏不是很好，
那这边也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个部分给整理整理。像有时候蛮多人会觉得大概打到后期后，他们不是很想要花时间在吃魔龙哦。但是我个人是持相反的意见，可能你顶装了，但是你的队友、你的辅助，他们并没有满装啊。你打魔龙很快，那你可能花个几秒钟，你就可以让他赚个100块。我觉得这样倒是蛮好的，而且我也宁愿你自己吃掉，也不要给对方吃掉。如果打到大后期，你也需要钱做个装备的轮替。哇，这边看到下路开了起来哦，但是他们没有人理上路的兵线，也没有人回首哦。那我就是偷偷的跟着兵线慢慢的前进哦，因为我已经换上了王者跟全能哦，所以等兵线一进去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快速的把塔给拔掉了。接着我还换上了复活甲，准备硬攻。这时候对方鱼人回防哦，但他无视于我直接清上路的小兵啊，举动太让我生气气啦，直接上前硬干你家主堡。这时候罗尔也过来回防哦，鱼人也开下了大，那我在这边被击杀了。这时候塔的血还有超过一半哦，接着复活后就顺到了主塔后方，他们两人面前硬是拆掉了这座主塔，成功的拿下了一颗星星。他们一定觉得很莫名其妙哦，但其实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因为我偷拆了无数个珠宝，但都是在没人的状态下偷偷溜进去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在两只英雄面前直接一个人的把珠宝给拆掉，太莫名其妙了这个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分手的故事要讲。就我一个朋友，他有一天啊，不说了，下次再讲，我要去躲台风了，拜拜。